Hello， 大家好，我是 Hustler Casino Life 官方中文站解说员木头。来看这一开始 ，DK 在枪口位用四六红桃加注到80块，在西米七八方片 ，win 的八圈黑桃 ，Kennedy 四七草花，大家一顿靠啊。到了 DJF 这里，他去做了一个非常调皮的三 B， 我认为这个三 B 基本上除了肥锅，应该没有其他的作用。我们看有任何人差这320吗？谁差？没有人差。这 DJF 还数了数，他打出400的时候，他应该就知道是这个结果。你看看这几个人，谁会差你320？那这是一个五人的三 B 地池，上来就火星撞地球，这个牌面能撞起来吗？我还没有看啊，谁击中了？459，好像大家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牌。转牌黑桃 K， 这边 Win 的八圈黑桃是纯买花。然后 Kennedy 是一对四 ，DJF 现在看不到牌，但是转牌出 K 仿佛是他的范围。不过在这个桌上，你有范围又如何？我们看 DK 中一对四，我就是不走这个牌，我进来中了就不打算走了。那这边买花的也靠，来看合牌。合牌一张黑桃十，刚才谁说了一句my kicker is not good？是 DK 说的吗？你这不光是 kicker 不行啊，你那 pair 也不行啊。那到了合牌，这里八圈黑桃击中了同花，4400的底池下注3000块。我们来看 DJF， 他像不像有 AK 之类的牌力，我并不知道。但是这里呢，你也不要想着说我什么，假如说他真的最强的牌力可能现在是一个黑桃 A 挂一张 K， 也不要说讲着这个黑桃 A 的 blocker 没有用。那这边 DJF fold 牌。可能他连 K 都没有，也许啊。那我们来看 DK 的这个底对儿，哦，还真是 AK 啊，还真是 AK。AK fold 了，顶对儿 fold 了，底对儿能不能 fold？ 这里 DK 问了一句：“哎，你也有可能有花啊？”说的没错，他确实是有花。那这个 DK 和 DJF 两个人啊，都是周一局的主人，现在正主走了，这个副队长他是不是要完成对新人的欢迎仪式？得 DK 最终把这990送给了 Win， 他也是第一次来到 Hustler 打牌，直接收下一个大底池。那对于 DK 来讲问题不大啊，这个常规操作掏兜，就是把筹码一推，把牌一fold，把兜一掏，继续再战，仿佛无事发生。来看这手牌，哦，这手牌 Win 仍然在玩着自己的这种同花的结构牌，枪口位 K 七草花。不知道 Kennedy 打完那个24800的局啊，打这个12400的局啥感觉？那这里刚才我们听到 DK 说了一句话啊，很经典的一句话，我 no raise no fold， 我就 call， 你也别想打走我。那这个牌又是一个多恩底池，大壮直接击中了天夫 house， 先过牌。DJF 44超对，44还是超对，这边44打一枪8700打了，不是870啊，打了330。DK 卡五靠一枪，还搁这儿卡五呢。那大壮的天葫芦，哦，这里大壮是做了一个加注是吗？哦，大壮可能也是觉得，哎，我不能所有牌我都不拧你们，我也得平衡，我有时候不吃，有时候也得尝试吃一吃。那我们来看这手牌，大壮这次这个加注尺度吧，还好吧，还好，因为两个对手啊。这手牌如果不是大壮，是一个 pro 在这打，你可能会觉得他打得很好，因为这个牌面你确实天葫芦可以在这里蕊，去找三呀，去找买花呀，去找超对呀，对吧？但是大壮打牌不一定，说不好。那这个超对44走了，很谨慎的 DJF， 不过 DK 我就要卡这张五。那我们来看发牌员，发牌员给你这张五，那拜拜 DK， 再次掏兜。今天不是无解啊，但是这个金发小妹也胜似无解。
大壮给了 DK 一手劝退 all in。DK 中了顺，反问大壮：“你是同花吗？”大壮很实在啊，我不是，我不是。然后 DK 一听，那你不是，那我靠了吧。本来大壮还给他留了30块钱打车回家，但是 DK 说我现在还没到用这30块钱打车回家的时候呢，因为我哪怕输光我还要补。那大壮这个手牌，福尔豪斯。两个人都没有秀牌。这个桌是鼓励 slow roll 的，我们看两个人都不秀，两个人都是挺好的牌啊。DK 还在这装，说我什么都没中，什么都没中。然后大壮最后在前位先秀了，我天葫芦，那你什么都没中就算了吧。但是 DK 本来可能他还想以为他的牌够好呢，因为大壮跟他说他不是同花。Big hand, especially on a turn. They are just never folding. 哦，这手牌是一个，这是 Swaddle 做到多少啊？这大壮直接call了一个620在大毛位。Almost ever, because that three bet is rarely bluff. 300。And so, once you identify someone, 600是吗？ Bluff against an opponent who's a go with it guy like that. Not the optimal. 哦，这手牌是 Tuckman 上桌之后啊。直接做了一个600多的 Swaddle， 然后看见这个大盲后边的这几个 Swaddle 全在平靠，他直接把 K 圈草花给推了。这手牌我觉得呢，怎么说，首先就是三个人平靠啊，他仨的牌力确实不行，这里 K 圈推也可以也可以，但是你想想你面对的对手。哦，这里大壮是个毕竟也是打局打的多的人啊，这里大壮不接，大壮走了，到了 Kennedy 这里。Kennedy calls， 这边 Kennedy 给 call 了，那这个塔克曼直接和对手先来干杯，庆祝一下。对手牌 K 二啊 ，K 二大劈叉，我们看见这个K 二二的踢脚还是被对手这个圈压制的。那这边到了 DGF 没有什么后手的，只有3000多。他要去赌一把吗？哦，这里他去赌一把，那他的二又反而是被 Kennedy 的这个六压制的，啊，不是，就他那个六是被那个 K 压制的。那这手牌三家互相压制，我们来看一下谁能收下底池。哦，比赛结束，翻牌圈 DGF 一手26红桃，记住这手牌，我的生日26号，很强很强。翻牌圈比赛结束。在河牌又发了一张五出来，但是很可惜啊，这里 DGF 可能心想，哎呀，我这天花是不是被谁 full house 给干了，但是很可惜没有人击中。DGF 一手26红桃接两家 all in， 直接让自己的筹码翻了3倍。He got it all in with King Queen against King Deuce and Six。那我们来看这手牌，这手牌是没有人去做 Swaddle 的，那大家都是40块钱啊，妖魔鬼怪牌全来了。DK 在大盲位去做了一个800的加注，哎，同样是一个比较大的 Open Race， 但是这不能阻挡对手。这边大壮 A9 我赔，那 Kennedy 十勾我也赔。我觉得今天啊叫大壮来，因为大壮是一个相对周一局一个新牌手，是一个相对我们熟悉一点的人里边的啊。那上一次他叫的是这个 DJ Washburn， 大壮是比那个 Washburn 更适合周一局的，因为 Washburn 他毕竟他这个局打的大，他进攻性会强一点，可能当时这个 DJF 还说了啊，希望他这个可以少做一点 Swaddle， 大壮是人畜无害，就是我不打你们，但是你们打我也不走。那这手牌是DK 的 Open 被大壮和 Kennedy 两个人 call 了下来，267谁都没有击中，目前大壮的 A9 是最好的牌。没有人打，看转牌。哦，转牌 A 大壮又中了，而 DK 也中了。那这会是 DK 第几次了？该第三次了吗？第三次被抬走吗？现在底池2600，后手4500。DK 打1000，
大壮靠一千，那现在底池四千五，后手三千五，来看河牌，河牌出了一张红桃 A， 这张 A 其实是对于本身就中 A 的人来讲没有太大的变化，他不需要中这张三条啊，因为翻牌圈没有人打嘛，他不需要去反超什么对手的两对。那这张红桃会是危险牌吗？哦，这里大壮还要再给 DK 来一枪，来一个薄价值，他的 A9 可以吃到的价值那就是 A8 A5 A4 A3， 大壮反打1300，那这手牌倒是没给 DK 吸光， DK 会call吧，我觉得他一定会call， DK 挠到头，那call了，那大壮很不好意思啊，我又收了一个炮。